今天前来自我挑战的艺人是个性大方、活泼好动的钟雅茹。出道才一年多的她，就在八点档《风水世家》中拥有吃重的戏份。但不同于戏中文静的贵妇形象，现实生活里的她可是个超活泼的舞蹈高手哦。到底今天她会带来什么令人惊艳的表现呢？Say some direct frequency. Thank you. 谢谢钟雅茹带来的《我就是爱跳舞》。